宣称工位危机已经舒缓的中国，十二号却又传出七宗确诊，其中六宗都来自吉林省，五个人为舒兰市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吉林市十三号宣布，城乡乡村全面实施封闭管制，今天起吉林火车站暂停办理始发及经由乘车业务，直到另行通知。综合媒体报道，按照当地官方的意调，5月12号吉林省报告的确诊病例一，是在5月1号乘坐私家车子到吉林市通报的确诊病例九家中聚餐，接着回家休息，并且在9号出现发烧症状之后，主动到医院门诊做核酸检测，当晚便被送至集中隔离点观察隔离。另外12号通报的确诊病例男性二，女性确诊病例三，男性确诊病例四，女性无症状感染者，均是5月1号到3号期间到病例一家中或是居住地址附近的餐厅聚餐，之后才分别出现症状。若是以居住地来看，被网友昵称为约饭毒王的病例一居住在吉林市，跟9号通报的舒兰市病例有关，因为他在五一假期期间造成后续五例同样居住在吉林市丰满区的感染者之后，反映出吉林省当地疫情已经有扩散的危机。报道指出，舒兰最近出现社区传播，风险等级调高为高风险，目前已经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小区乡村封闭管理，外来人员以及车辆一律禁止进入。另外，吉林市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吉林市城区比较高风险地区，城区以小区为单位，乡村以屯为单位，全面实施封闭管理。全市所有的室内景区、影剧院、网吧、室内体育场馆、棋牌室、麻将馆、浴池等人员聚集场所全面停止营业，聚集活动一律暂停办理。餐饮单位就餐人员每桌不超过3到5个人，而且要间隔1米以上。所有人员进出公共场所以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都必须佩戴口罩。同时，自由时报指出，香港隔23天之后再度出现本土病例，距离放宽社交禁令的28天大限仅差了5天。香港荃湾一名66岁妇人前日到医院求诊，样本经过港卫生署检验之后确诊阳性，病患目前已经被送至马嘉烈医院治疗。报道中提及，妇人称没有接触过确诊病例，近3个月也没有离开过香港。港卫生署先前指出，若连续28天没有出现本土感染病例，可视为境内传播链已经被阻绝，各种社交限制令可进一步放宽。如今在第23天破功，禁令恐怕还要再延长。据了解，香港目前确诊病例有1048件，死亡4例。中国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近日出现多名过敏儿童，全身长出湿疹，体重直线下降，而且头骨变大，成了畸形的大头娃娃。经过医院确诊之后，罹患的扣楼病。当地医院指出，该批幼童是因为营养不良而患上扣楼病的，疑似是跟曾经饮用一款名为贝安敏的所谓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奶粉有关。但是有关奶粉实际上是一种固体饮品，不符合配方奶标准程序。综合中央社跟香港经济日报，因为这些幼童在体检的时候被诊断为牛奶过敏，医生建议家长们购买氨基酸奶粉，他们听从爱婴房母婴店柜员的积极推荐，购买包装上面打有固体饮料字样的贝安敏。即使消费者有疑虑，
但是店员表示贝安敏是店里最好的奶粉，也是最畅销的，许多过敏宝宝都在吃。对此，贝安敏的制造公司湖南维乐可乐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客服人员表示，贝安敏已经在去年年中停产的，是一款普通食品，一般人均可以饮用，产品符合国家固体饮料标准，公司依据国家法规生产产品，但是不清楚门市为什么要贩售给幼儿。消息一经播出，就引起家长们强烈关注。根据陕西法制官网消息指出，相关事件引发了湖南永兴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永兴县市场监管局局长邱传辉回应传媒时表示，会议里面做出三点决定：一是要求立即成立调查专班，并且立案进行调查；第二是对报道的五名孩子进行人文关怀，安排人民医院儿科专家对其进行全面体检；三是举一反三，在当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儿童食品安全全面清查整顿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其实已经曝光好几个月了，其中3月30号就有十几名家长在问政湖南网络上发表郴州大头娃娃，父母们联名请求政府处理郴州假奶粉事件联名信，称2019年郴州发生的一宗大头娃娃奶粉事件，前是因为郴州儿童医院医生向患者儿童推荐奶粉所致的。不过跟近期爆发的事件不同的地方在于，去年引起事件的主角是一款名为舒尔泰的固体饮料，病童长期将这款固体饮料作为续命食物来源，将会导致病童营养不良，部分身高、智力、行动能力会明显落后普通儿童，严重的话更有不同程度的内脏损伤。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日前主张，中国应该尽快将核弹头错增至1000枚，遭到学者们公开嘲笑。北京大学教授李斌表示，中国需要多少核武器，应该依照专业好好计算，而不是凭感觉。综合媒体报道，5月8号，胡锡进在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面呼吁中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将核弹头数量增加至1000枚，并且需要有更大的核武库来遏制美国的战略野心，引发外界高度关注。5月9号，胡锡进再度发文表示，中国的核武器规模在过去够用了，能够产生足够的核威慑，但是并不代表今后他们还是够用，所产生的核威慑足以遏制美国对华战略野心跟躁动。对于胡锡进提到的核武数量，外界有诸多质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李斌直言，胡锡进并没有解释他是怎么计算出这个数字的，我深度怀疑他是用随分子钱的逻辑算出来的。李斌直言，胡锡进不是专业人士，不应过于苛求，但是他真正担心的是帮胡锡进把技术关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实在是太不专业了。李斌解释，一个国家需要多少核武器，应先确定期待核武器发挥什么作用，其次是计算毁伤敌人所需要的核武数量以及损失的核武数量，两者相加起来再加上备用数量，还要考虑是否有足够的技术、经费、核裂变材料等因素，这才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核武总数。对此，胡锡进11号公开坦承自己的主张不够专业，中国的核威慑走的是模糊战略，他不应该挑明中国需要多少核武器。如果中国都已经被美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继续很确定地认为中国只有几百个核弹头，那么对中国来说将是危险的。在胡锡进看来，中国不需要跟美国进行军备竞争，但是随着华盛顿打压北京战略意识的提升，中国核威慑他认为必须要随之升级。胡锡进再次强调，对于国家意志的了解，自己一点都不低于军控专家。
中国陕西一位老人被女儿子活埋后救出的事件让社会震惊，引发各界议论。北京中央政府也出面表态。美国之音报道，中国新闻网指出，5月2号晚间8点左右，陕西省靖边县犯罪嫌疑人马某将其79岁、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王某用家中的手推车推到了一家炼油厂附近的万亩林内的一个废木坑，并且铲土掩埋。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警方三天后在两米深的墓穴中挖掘时，受害者的儿子在场，当他发现母亲依然活着时，一语不发，也没有任何反应。中新网报道，靖边县人民检察院介入此案，马某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拘。不过，受害母亲王某救出后，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官方先将他安置。犯罪嫌疑人马某的犯罪动机目前还没有法院结论。原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同意把这件事情归咎于社会问题、制度问题，因为贫穷的人这么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将父母活埋，因此因果上只能够说这个人有病。不过对此，中国的年轻人则有不同的看法。90后的北京独生子女青年费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子女的角度来看，可能他的儿子也挺困难的，又没有时间照顾老人，经济压力也是一个方面，可能是逼不得已吧，就做出了这种事来，对他有一部分的同情，也有一部分的理解。费平说，他们这代年轻人既要打拼事业，又要照顾多病的父母，主要是工作和家庭不能平衡，两边哪个都不能丢。美联社报道这一事件时提到，中国大部分地区缺少公共援助资源，尤其在贫困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家庭一般需要照顾自己家的年迈家属。报道提到，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会达到 2.1 亿人。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人将近4000万人。对此，焦国标坦承，这起事件多少的折射出中国养老、社会救助的一些短板。他说，关于养老这一块，中国还需要完善，国家对这一块需要有更多的投入。根据了解，陕西活埋老母事件除了当地司法介入之外，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对事件作出回应，称马某活埋老人行为突破了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人伦底线，性质极端的恶劣，必须要依法严惩。另外，民政部官网5月7号说，中国全国将会联合开展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活动。与此同时，人民网说，5月17号，中国将会迎来第30次的全国助残日，这个活动主题是助残脱贫决胜小康。中美近期因为公共卫生事件让局势相当的紧张，美方多次的批评中国隐匿消息，没有如实通报，中方也常常的出言反击。中国官媒央视新闻联播昨天更批评，有美国政客为了推卸自己防控失败的责任，抹黑中国，为麦卡锡主义招魂，但是中国人不是被吓大的，任何的威胁都没有用。综合港媒报道，央视这篇题为《忙于造谣抹黑的美国政客正把天灾变成人祸》的国际锐评，引用了美国前驻华大使包卡斯的话，指出美国政府目前充斥反华论调，指出很多的美国人知道抨击中国是不负责任，但是不敢声张，这似乎重回了麦卡锡主义时期。瑞平说，70年之后的今天，抱着冷战思维的某些美国政客为了开脱疫情防控溃败之失职，再次的把中国当靶子，疯狂抹黑攻击中国，公然的为麦卡锡主义招魂，正全力以赴的把美国拖入到更大的灾难。华盛顿当前扭曲的政治生态正在让这场天灾更多的演变成人祸。瑞平指出，在战场上，中美是战友而非对手。
美国人民如果任由少数的反华政客操弄麦卡锡主义那一套，搞得人人自危，损人害己，那只能说是美利坚的悲哀。瑞平最后强调，中国人不是被吓大的，任何威胁都没有用。某些美国政客应该清楚，只有抛弃冷战思维，收起抹黑攻击那一套，重归与国际社会开放合作的正轨，才能够挽救更多美国人的宝贵生命。根据了解，先前美国总统川普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都将病毒起源指向了武汉实验室。美国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昨天再度表示，有间接的证据显示可能来自于实验室或活禽市场。但是，不论病毒是来自哪一个，对于中国来说都不是好答案。美国参议员提出法案，就责中国隐匿消息，也扬言会发起经济制裁。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将近一年，警队滥权滥暴的问题未见停止。当地民间观察组织民权观察12号发表最新报告，发现警员在拘捕以及在警署扣查被捕者期间，使用过度武力已经是常态。综合媒体报道，民权观察发表了香港警察处理示威活动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调查报告，透过其被捕支援热线以及警报支援平台，访问了45名去年7月到11月反修例运动期间被逮捕人士以及一名目击者，发现24宗的个案涉及了言语侮辱，13宗个案涉及过度武力，13宗个案涉及严重袭击和伤害，另外有3宗涉及了性方面的侵害。民权观察报告详述了7宗较为严重的个案，其中2宗情况严重，警员的行为如证明属实，就已经构成了酷刑罪行。一名被捕者 Jason 声称，在被警员制服在地后，遭到警察大力压制。他又指出，被押回警署后，遭到警察殴打，并且要求他道歉，否则就要加控他袭警。另外一名遭到警员严苛对待的人，表示在事发时，被大约15名的速龙小队警员围捕。拘捕的过程中，身体有多处被打伤，有警员更从路面捡起一块砖头塞入其背包。在押送过程中，也持续地遭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到警署后被严刑逼供。民权观察表示，这些个案在受访时，并没有向投诉警察课投诉。民权观察人员王浩贤指出，如果个案证明属实，就足以显示出警队有系统地侵犯人权，质疑是否得到了上司的默许。认为警队应该要尽快的在警车和警署内安装具有录音功能的闭路电视，以免出现人权黑洞。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11号的白宫玫瑰园的防疫记者会上，与一名华裔美籍记者激烈交锋，随后川普愤然离开现场，草草地结束记者会。这起事件引起许多人热议。综合媒体报道，当天川普举行了题为美国测试领先世界的白宫记者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华裔记者姜维嘉问川普，他一直称美国在病毒检测上做得比其他国家好，这件事情重要吗？每天都还有美国人不断丧命，为何对您来说像是一场全球竞赛？川普一听到这个问题便摇摇头，回应说，世界各地都有生命逝去，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中国，不要问我。当你问他们这个问题，你八成会得到非比寻常的回答。不过这个回答也让姜维嘉记者相当不满，认为川普是在针对他的华裔身份。根据了解，姜维嘉在中国厦门出生，之后与家人移民到美国的西维吉尼亚州，因此他又反问川普，总统先生，您为什么特别的针对我这么说？为何要我去问中国？
川普则回答，我不是针对你，我是针对所有提出这种恶劣问题的人。姜维嘉再反呛，这不是恶劣的问题。不过川普不理他，而是点名了 CNN 记者柯林斯提问。不过当柯林斯准备提问，川普却打断他，要求换下一位发言。柯林斯抗议无效，最后川普就突然的结束记者会，转身走回白宫。半岛电台指出，川普和姜维嘉的交锋有着某种种族色彩。对着一名亚裔美国人的白宫记者说，去问中国是种族主义。同时推特上立即的出现支持姜维嘉的热门关键字。曾经演出《星际争霸战》的亚裔男星乔治武警也发文表示，我力挺姜维嘉反击川普的种族歧视言论。但是保守派评论家本夏皮洛在福克斯新闻上说，他不认为川普的回应有种族歧视，因为川普好几个月来就一直在暗示中国瞒报数据的议题。夏皮洛还说，这个问题当然要问中国，这是中国犯下的错。他认为只是刚好这名记者是华人血统，才造成了这样的问题。综合联合早报和法广报道，中国海事局网站5月11号发布唐山港经唐港区军事演习的通告。通告称，2020年5月14号零时到2020年7月31号24时，所有无关船舶人员提前的撤离到安全区域。在此期间，无关船舶禁止驶入安全管制区域。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在520举行新任职的就职演说，中国刚好的展开本次长达两个半月的军演。两者是否有关联或影响，引起外界讨论。根据了解，唐山港是中国重要港口之一，是河北省、北京市、华北等等多地对外发展的重要窗口，距离北京市仅有230公里。全港2019年货物输送量达到了65674万吨，同比增长 3.08%， 港口货物输送量是世界排名第三。